记者涂莹如台北报道，源自1889年的法国珀宝罗面包抢攻中秋送礼市场，今年首次在台湾独家推出三款中秋限定礼盒，杜月丽花园、巴黎庆典、福日盛宴，以及有质感的铁盒盛装法式点心，让人耳目一新，将会是质感消费者的一大惊喜。许多人看到照片已直呼想收藏。从19世纪开始，位于罗浮宫旁的杜月丽花园是巴黎人民休憩、散步及放松心情的场所，也是许多电影取景拍摄的地方。杜月丽花园礼盒上的缤纷花样便取材自花园的优雅监视，礼盒内则选用法国甜点或面包店一定找得到的蝴蝶酥，其搭配巧克力风味做变化，不仅可品尝派饼的香酥，同时也吃得到巧克力的浓醇。另一款黑色为底的巴黎庆典礼盒，描绘埃菲尔铁塔、烟火等欢欣庆祝的氛围，内容推出两种组合方式，马德莲套组与综合套组，满足不同的送礼需求。前者含四种口味马德莲共16入，分别是香橙、巧克力、蜂蜜柠檬、蓝姆葡萄口味。综合套组则是有8入马德莲与10入蝴蝶酥的双重享受。此外，珀也推出另一款进阶版礼盒，福日盛宴则为长方盒型，内含马德莲12入与一盒法式千层蝴蝶酥。自此三款中秋限定礼盒即日起全门市开放预订，8月31日前预订并付金款项即享有早鸟优惠，10颗以上享95折优惠，100颗以上享88折优惠。珀推出三款独家法式礼盒，杜月丽花园、巴黎庆典、福日盛宴，以道地法式点心抢攻送礼商机。珀 by Nan 提供杜月丽花园660元，法式千层蝴蝶酥24入，原味巧克力。珀 by Nan 提供巴黎庆典马德莲套组，有两种选择，其一为马德莲16入香橙、巧克力、蜂蜜柠檬、蓝姆葡萄，其二为巴黎庆典综合套组，含马德莲8入香橙、巧克力、蜂蜜柠檬、蓝姆葡萄、法式千层蝴蝶酥10入原味各890元。珀 by Nan 提供